把我压回去了。哎呦，老公啊，我到家了，开门了，开门，没关门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嘿，又看动画片儿。离我远点，给我织毛衣呢，别织了啊，回屋叫叫臭片。咋的了这是啊？咋的了你不知道吗？这都几点了你才回来呀？哎呀妈，老公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我们广告部今儿啊又跟那温碧泉合作，那老愉快了，于是就整个 party 都去了。你说我作为一个小头头，是不是我能不去吗？啊，那也不给人面子呀，你说是不是？ party 就得喝酒吗？不给面子不喝。行，你喝吧，现在你就继续跟他们喝下去。别闹，跟他们喝个够，去，不用你回来陪我。别闹，别闹。哎呀妈呀，给我整点水去。现在就你给我跟他们喝去，你滚，你滚，你滚。哎呀，你有病啊！你打我！不是，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一天天我容易吗我呀？啊，谁喝酒不难受？啊，我喝多我不难受吗？我去，我为了啥？啊，你说我为了啥？我不天天出去工作，我不应酬，你搁家吃啥喝啥？啊，行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行，我在这家我就是个废物。干啥去？我走还不行吗？我离开你，我找我爸去。走，你别回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等着走，你等着走。完蛋玩意儿！我走走走，回来。程程，爸爸，你咋回来了？你说你这点出息啊！别哭，爸不在这儿呢吗？啊，这咋的了这是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怎么着？俩人吵吵了？张瑞雪他打我。这不是爸说你呀，你都知道他爱喝酒，你就跟他别跟他一样就完了呗，让他点儿。我让着他了，让他他喝完酒他再耍酒疯，他打我站着呢。爸，他好像追这来了，我不想看着他。这完了。爸，你睡了没呀？你上里屋先躲一会儿，上。爸。完蛋了，玩意儿。啊，雪儿来了。爸，我们家小程程来没？没用啊。嗯，我这个啥钱的，他能上这干啥来？怎么的？你俩吵架了啊？没有啊。我爸，那什么，他刚才出来散步了，完我就追出来了，我和他。上这儿来了呢？不就你散步，这都几点了，那也该回家了。你说实话，你俩是不是吵吵了？是。用啥呀？用啥吧？用啥呢？爸，你听我说啊，就前两天我俩不逛街吗？走人卖店门口，说啥不走了，真让我给他买个店儿。爸，你合计合计，那玩意儿别人穿好看，
那糊他身上，那不跟熊瞎子似的，能好看吗？哎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是因为买家吗？你当我爸面你也发瞎你？回来了吧？什么什么？徐老师，这里你坐啊！听爸跟你说两句。来，你坐。那你坐。雪儿啊，我得替你爸和你妈教育你几句。嗯。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嗯。你说程程啊，这么大个小伙子，你说你呀，喝点酒回来，你说打就打一通，你说踹就踹一通，你咋那么狠心的下去那个手啊？啊？爸呀，我没打他，我就出去应酬喝点酒。那怎么是程程回来跟我爸瞎呀？你不打他，他能回来跟我说你打他了？行了，爸，你也别生气了啊，我错了，行不？我这不回来接他来了吗？你不行，你劝劝他，我把他带走得了。行吧。这两口子打架呀，这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我得叫出来，你好好跟他说说。哦，爸，你真好，爸。嗯，程程，来，出来吧，你看，快出来吧。人家来接你了，还有啥？你说，好好唠唠。亲爱的，爸，别闹了。上学，你变了。嗯。刚开始没搞对象，家里没结婚，你追我那时候，我一哭你就哄我。结完婚了，你动手打我，还打我这儿，可疼了都。我这不也哄你来了吗？乖啊，这疼是不要揉揉啊？媳妇错了，下次。早干啥来着你？行了，宝贝儿。我不是不理解你，酒吧可以喝，你说你天天这么喝，要把身体喝坏了，咱这家咋整啊？哎妈，老公啊！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就你最好，对我最好，亲啊！不让这些人看，这个、爸，哎，怎么着？我俩好了，好了，哎呀，好了就行啊！好了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啊，别一天鸡生疙瘩的。程程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说两句，爸。我真得跟你说说，回去好好跟你过日子，这过日子以后有点男人样，有点老爷们气概，行不行啊？啊！我先跟你说，就这些年来，我就说就哪样，就这点一点都不像我啊！拿出来老爷们样来，知道不？回去跟你媳妇好好合计合计，另外那边喝酒别老喝，你妈跟我这些年，她敢喝酒吗？我咋不说吹呀？就你爸我一粒眼睛，他得着半宿，我跟你说。老头子。回来了，我妈回来了，在这儿呢哈。又上哪喝酒去了啊？现在几点了你啊？才回来呀？啊？哼，长脾气了哈？我喝酒怎么了我？我不喝啊，我能回来了吗？啊？你说你一喝完酒回来就打我这儿，我打完也不哄我，这日子没个过了。儿子，我上你家过去吧。妈，你太有刚了。哎，妈，你也上我们家过去啊？没事，咱俩天天喝点儿。儿子，爸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